没有啦。他们对，他们没有尾巴，啊，猴子有尾巴。他的手一直在抓菜。有啦。哈哈哈。他抓菜。有啦。我没有尾巴。因为他是猩猩啊。对，猩猩没有尾巴，他猴子才有。于是你看那个小孩。哎，又一个哥起来了。星星哥哥，怎么下面那么多只吗？没有，就一共五只。太多了。吃饱了还上来？嗯。明哥，他跑去那里了，他跑去那里了。星星太多了。太多了。爸爸。小只，好小只，好小。走了吧，我们看下一站，来上吧。好，你自己走。哎，龙子，你要过来了。我下去了。要找他的名字。哦，对。贾巴里底下。对，贾巴里他拿饼干到上面去吃。哎，他哥要上去。